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35集。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各位分享这款是铁工厂推出的第54号的产品。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叫做海湾剃刀啊，其实它是致敬了巨碗巨浪的人物。那这个英文翻译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念啊，海湾剃刀，还是叫它巨浪吧啊。那么这款玩具的配件呢，只有一把枪。枪的话呢，细节比较简陋啊，而且玩具感还是挺强的啊。那么另外就是替换手了。那么我目前给它装上的呢，是可以持武器，有一个孔洞的手，还有是一个手掌。然后替换非常简单啊，直接这样转一下就可以放下来。然后呢，它的第三个手型呢是拳头握紧，中间没有孔洞的。那么由于只有一把枪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方便一体变形什么的，你可以一手空洞的手。另外一手就握拳啊，这样就行了。那这两种手呢，都是可以完成一体变形的。人物的话造型非常好看。首先怎么样？背上有两个巨大的轮子，而且轮子还是橡胶胎啊，这个是可以把它给拆下来的啊。没想到小比利玩具也用上了橡胶胎啊，官方有时候还用假轮胎啊，真是厉害。那另外就是一个替换的头雕，那默认的呢是一个有嘴唇露出紧闭的一个表情。这个银漆涂的挺好啊，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算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质感，还不赖。另外一个则是戴口罩的版本，那大家知道我比较喜欢露嘴版的变形金刚，那么它的可动啊，就给各位讲一下，腰身可以转动，但是后面啊部件比较多，妨碍是比较多的，头部就是球冠了啊，手臂的话平举的话呢，这块部件稍微推一下就行了，然后这里是一个球冠。就替代了额头肌跟手肘的关节，拳头可以拔下来啊，当然就可以转动喽。脚前后左右踢啊，接地啊，什么都是有的。关节的紧实度呢是非常好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造型我也很喜欢，脚板很大。那这款是铁工厂小比例玩具当中的体型也是真的是比较偏小的了啊。我们先把这些小零件都拿开，这是官方的一个指挥官级的玩具啊，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这款玩具有多小了。那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这个武器拔出来啊，是直接拔就好，不要扭啊，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方形啊，你去扭动的话呢是会坏掉的啊，千万别啊。那么它的变形的话呢，我的建议啊是先从腿部开始啊，腿部的变形呢是把这个部件翻出去啊，然后的话呢，我先把镜头给回复一下啊，这个把它这个后面啊有块部件把它给打开。这很简单的一个大腿缩进小腿的一个结构，先把它给推到这个位置。再来的话呢，我的建议啊，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脚后跟呢，它是两个像是一个鱼叉的一个，不对，也不能讲鱼叉啊，就是一个叉开的一个造型啊。我们把它转过来之后啊，对准腰间这里啊，然后把它给这样子给夹进去啊，就是夺命剪刀脚，凌空飞跃，夹爆你的脑袋，就老梗了啊，就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推进去。玩具比较小啊，如果你手比较大的朋友，可能就把玩起来比较小痛苦一点。就这样子啊，把它给整个给插进去。这块部件翻转180度之后，然后呢往下面给折下来。这个部分的话呢，一开始我是看着照片来变，结果发现呢，这个怎么能转到这样，有点小神奇啊。那么另外一侧我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变法，先把后面给打开，然后呢这个脚掌推到侧边，直接往上翻折上去，直接整个的翻折上去。翻折上来之后呢，这个盖板记得盖回来，两腿等一下做个合并，这个部件转到这里来，就是把这个，对吧？这两个蓝色的凸啊，就这样子把它给插进腰身啊。这个动作是比较不容易从说明书上面去看出来。我想这个说明书也是很难表现这一点啦，很难表现这一点，把它给扣进去。那如果你发现扣不进去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呢。留到后面一点再变形。我是想说呢，先把腿部呢一气呵成的给变完。好，到这里，那么基本上车头已经差不多，这个可以再调整，没有关系，我们之后再调整就行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车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来，打开来，这个地方都可以打开。我们要先做什么呢？把这个灰色的这两片部件，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坐垫的部分，把它给往上抠出来。好。往上面推到底，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把这个整个部件往后面拉下来，然后把头给塞进去。好，塞进去就行了。然后呢，把这个手啊，先往上推好了。
往上推的时候呢，是你都记得一个方向，先做个准备好了啊，先做个准备好了。这个讲到这个啊，我提一下啊，好像上次有人觉得说我那一款这个放大的那一款，TC 的那个 Bumblebee 觉得我的变形好像变得很没有逻辑。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它根本就不需要逻辑啊。那一款玩具变形怎么会需要逻辑？因为它变形设计的太好了，你光看着你就知道怎么变，你还需要什么逻辑呢？不是什么，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逻辑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啊，我说地上有一个红色的铅笔跟一个有一个红色圆珠笔跟一个蓝色圆珠笔，我跟你说，麻烦你把蓝色的捡起来，你还需要什么逻辑吗？你就看到蓝的就把它捡起来就好啦，你跟我扯什么逻辑呢？不是很奇怪吗？是吧？像这个地方就需要讲解，为什么？你看了还不一定会。这个地方是你有一个转轴关节，你要把它推出去，稍微转一下，利用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扣进来。这种才是需要去解释的。那一款大黄蜂的这个设计已经到了，零件就在旁边。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地方扣不起来，你就附近找一下啊。如果你发现这个地方有个缺的什么零件，你就在附近找一找，一定就在附近，你就把它推过来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不需要逻辑，还需要什么逻辑呢？说实在话，那一款玩具我只变了，你们看我录节目的时候是我变形的第二次，也就是说我只变过一遍而已。那变过一遍，我就可以把它。花个10多分钟，对不对？把它给变形完，你说它会变形会很难吗？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难呐、啊。我一直强调它的变形是不难的。那最主要还是说怎么样，在镜头前面，有时候我还要一边解说啊，一边去变，可能没有那么顺手，这样对不对？那不需要逻辑，不需要逻辑。好啦，就在一个小小的，也不能说抱怨啦，我只是发表一下，对不对？我的感觉啦，这种不需要逻辑的东西，你硬跟我扯逻辑干什么呢？好啦，这个。巨浪的车型变形完成，武器完美收纳啊，然后这个里面的座位啊，把它往后面推一点，拉近距离给各位看一下，是一个海滩车吧，对不对？因为是在海边，巨浪，然后应该很好奇它的滚动性怎么样？对，滚动性真的算好的。铁工厂的玩具里头呢，变成车子的不多啊。就算有，也是外星车辆。有时候轮胎的大小比例呢都比较小，通常是偏小的。然后这一款的轮胎这么大的时候，我看到真的非常高兴啊。然后它的一个轮胎又是在人形下，是背在背上，所以这一款是很讨喜的。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加分很多的。然后载具的形态，我相信这个没有人会说这个载具是送的吧？应该形状是非常完整的了啊。变形呢也有点意思啊。你说硬要说它这款的缺点，就是它这个排气管的部分啊。这个不容易去调整到两边是完全平的，有一点困难。而且这个两个排气管它是怎么样？它是说它是两个都偏中间。如果你两个都在靠外侧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如果你不计较这里的调整的话，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整体来说的话，是铁工厂的玩具里头非常有趣味性的一款，变形也算有趣，然后关节紧实度什么都很好啊。这个可以打开，如果你想要把人。啊，当然这个没有设计座位啊，你是设计成它是一个车顶盖可以打开的一个感觉，啊，挺好的玩具。这款真的是，因为这个人物对我来讲是比较冷门，本来也没有说特别期待，但是实际上拿到之后，没想到这么好玩啊，特别是这个滚动系，啊，是真的是可以赞美一下的。那就今天给各位介绍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